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庆。久违的录音，我们大概是自从录音开始以后，第一次间隔两个多月才录音。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百录，第一百录呢，我们选择新竹风的这个四季。那四季录音区呢，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樱花，但是我们因为临时定位的，所以就是没有定到樱花区，很可惜。但是我影片呢也会带大家去看哦。我们呢今天搭的是四季的 H 区，他们有免搭帐，然后他平常就是前面就是他们的炊事使用区，那我们今天就是搭在这边。那下面呢就是他们的营区的风景啦、啊、是不是很漂亮呢？那今天呢我们使用的帐篷也是 MD X， 他陪我们走过好久，然后这个人居然说要把它换掉，是我们摆路以后就要换帐篷啦。他那干爹哦，我的意思是就是摆路之后就是新的开始，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帐篷。那不是就是说要换吗？起家错是不能换的，买新帐篷不换，不是用换，可以吧？那你要买什么新的帐篷？想要买 Snoopy， 想要试看露营界的 LV， 大家都称赞，想要试试看，对，我不信，好不好？我就以身作则，行万里路，等等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等。万卷书不行万里路，OK 了吧？你知识是多浅薄，一句话讲来了。很少读书，都在。大家前面客厅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进来，先把这个撑起来，然后等一下呢，他把它引住外面扣好以后，就会比较容易搭。给大家看，我们是用这个弹簧鱼骨钉，觉得这个。好用，也太脏了吧！这是白露的痕迹，从来没洗过，也没清过，我们都是这样原汁原味。有兴趣的请私讯。你不是说 key 给处不能卖吗？我没有卖啊。那你私讯什么？原汁原味啊。无聊，站板就不用铺地垫啦。鱼骨钉呢，只下前面两边跟后面两边，完成啦。铺漂亮的地垫。露营有没有很棒？什么意思？今天带来新给西拖车，这个它多了桌板，可以变成桌子。你要煮的东西真的很多哎、欸，你不辛苦吗？这就是露营的乐趣，乐在其中。真的假的？我一直强调白露，好像有点嚣张。对啊，不行不行，我们等下你要谦虚。这有什么好嚣张的？我们平常都没有在记我们的记录了啦。只是通常我昨天想起来是白露啦。我们是都是随遇而安，好不好？能录就录，好不好？不知不觉就白露。白露不会很难啊。这很土豪了，很珍贵的感觉。防火垫，因为我们在站板区，好不好？我们还是铺一下，防范于未然。用了两三次以后变这样，好丑、喔。这是使用痕迹啊！来来来，秀出你的刀。是吗？我的宝刀生锈了，好扯哦。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听店员的话，他说这个比较容易生锈。果然，他没骗人，没错。所以。我看真的生锈了吗？所以有人在讲还是要听，知道吗？哎呦，真的哎，好惨哦！那你这样怎么办？照用啊，怎么了吗？帮我铺平，谢谢贝贝，加油加油！来，小帮手，谢谢小帮手。他现在呢已经在生火了，我就是来吃个鸡爪耍个废。帮各位测试了，银主的动箱很够力，我才刚放，然后下去逛完一趟，它就满出来了，它就变冰块了。好啦，特级厨师的一百路小教室，没错，很猛的。我们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什么意思？想当初我们烤鸡呢是失败的，没事，没不掉，没事，吃起来不好吃，没好吃，还要二度加热，那个肉就柴了。就废了，浪费了一只跑山鸡、嗯。你欺骗了广大报名的弟子。哦，没有人报名、
从几路开始？好惨哦！招生招到现在，首席大弟子啊！首席大弟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可怜哦！没有教到他任何一道菜，生气走了。反倒是他教了你一道菜，对对对，也是因为他教我一道菜，才封他为首席大弟子。好，想看的人请看右上角的这一集。反正我们就是呢，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嘿，对哦。我们经过了这么多路，我们总是要有点成长。是的，我们长大了。我们那时候发现呢，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我们的厨具呢是临时抱佛脚，所以这次呢，我痛定思痛，我花了7749天，这么短？很短吗？很短、啊。那9981天。好烦，好不容易完成了我的传说中的厨具，好不好？可以，我们掌声欢迎他，稀稀落落的掌声。后面没有掌声，来一个。后面没有朋友啦。你到底要吓多少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需要给他一点配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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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光的哦。拜托，我这是精心制作，我花了9981天，不是胡烂的，好不好？你看到没有？会发光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无聊，下一趴。最好笑的是，怎样？那旁边还自己写字，重点是还写的这么丑，会很丑吗？蛮丑的、啊，我一笔一画、欸，把它刻上去的，费了很大的心思哎。传说中 no 厨具。我怕我们有日本的观众跟国外的观众，所以英文日文都有，这样 OK 吧？不 OK。 我照顾了广大的观众，你看还是艾迪达的。虽然说呢，我们你是帮艾迪达冠名播出吗？是艾迪达要帮我冠名，他比较有钱吧。彭武鹏已经没有在帮艾迪达代言，但是细子鹏可以。艾迪达，谢谢。请支持艾迪达。啊、我们真的有在帮他业配吗？没有吧？当然没有啊，白痴哦、喔！吓我一跳、啊，我想说什么时候做大咖了。Legend， OK， 传说。因为昨天写这个剧的时候，还是想说它是两品还是三品，我还去查了一下，发现是三品。OK， 原来是三品。你是怀疑我写错？对，还好我有查一下。等下还查来查错，应该不可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讯我，好不好？为什么？传说中的厨具，你不是就是要留在这里了吗？我就是 对啊，我要留在这里啊。那就是可以私讯我，我会告诉你放在哪里啊。那我们就是做纸箱机啊，就是这样。我们这次一定要挑战成功，希望这次挑战成功以后，我的学生可以多一点。OK， 那我们首先呢，先把这只鸡呢，我们刚才已经处理过了，我们有帮它按摩，然后加了胡椒盐跟白胡椒，还有米酒。OK。OK， 我这么认真的在工作，然后你在那边吃东西。我在吃我弟做的那个鱼皮，很好吃哎，忍不住。没关系，小舅子，放过他。反正我们腌过了，我们就这样腌一下。我们大概腌了差不多10分钟。跟大家讲说他有多认真。他昨天做了这个厨具以后呢，然后怎样？然后又去买了这个，就是锅子，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么丑的锅子。什么丑？我一走进去，五金港我就说：“麻烦把你们最好看的锅子拿出来。”我很凶，他就很紧张，他就帮我挑一个这么漂亮的。嗯，没想到白鹿差这么久。对啊，他们最近太忙了。对，大家有看我们出国的影片吗？没看的赶快去看。出国录影片的时候其实蛮尴尬的，就是会紧张，不太习惯。对，不习惯，因为我们就习惯中窝在自己的小区块。我们终于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了。真的，其实就是在录那个出国影片之后，会觉得说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因为你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匆忙要去做，然后走路还怕那个迷路，要迷路还要你知道录影片。实在真的蛮难的。那如果有跟小孩跟着的话，会更难录影片。其实常常都想说算了，不要录了。对，因为被气死。哦，讲到小孩，我告诉你，最近有一个育儿术很好用。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慈悲为怀了。我们就这么多路了，我们还是要有点进步，知道吗？我们不能再吼小孩了。要心平气和的跟小孩讲话。
我就要教大家一招，好不好？你就带他去看《西游记》，记得一定要看《西游记》，然后一定要看到孙悟空呢被套上那个头箍的那一幕，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看了他们看完了以后呢，你就跟他们讲说，看到了没有？爸爸就去买那个套在你们头上，念紧箍咒。告诉你，他们两个吓死，大的要死。一开始哥哥还讲说，怎么可能有人卖这种东西？不可能，马上虾皮一早就有，吓死。现在都不敢动了，他们只要调皮或是干嘛，打开手机，不用打开手机，我只要讲说我要去买咯，这五个字他们就吓死了。对，我告诉你很好用，不小心又教你们一招了，好不好？教大家煮饭，又教大家育儿术。哎，那师傅，我想请问，这个可以到几岁就不管用？哎，我不知道。讲这么多，我们腌的差不多了，就这个米酒瓶，我们洗过了，不要再说师傅很脏，好不好？我是说你的手很脏，又没有说他很脏。哎呦我的妈！反正我们洗过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把我们的放山鸡呢拿起来，插它下去。然后呢，再把我们备的菜呢从旁边放下去，就是尽量找这种可以久煮的，比较不会烂的。然后呢，再加入我们的山泉水。你说那个水龙头出来的水吗？你那边好懒。就山泉水啊，不是吗？你确定？不是。我不管，它就是山泉水。这时候呢？上道具。什么上道具？给他点尊重。上厨具。我们要封箱咯，那我们就静待一小时左右。你每次都要煮很久，等一下贝贝又哭了。不会啊，现在才几点？现在五六点，差不多七点吃饭啊，正常吧？才怪。先静待他。我本来想要等他那个鸡煮完，但真的太久了。我们现在做饭好了，不然小孩都该该叫说饿了。已经冒烟了，这是两人份。首先要煮面。然后你刚才还说他先菜，上次真的蛮冷的，煮水很冰，这样很方便。轻松松，那个只要打电动不要吃饭，暴风式吸入，好吃哦，想必是很好吃。看他吃饭觉得特别好吃。经过了88分58秒，准备开箱。噔噔噔噔，嗷嗷待哺的小孩。哇，看起来超猛的。那个那一锅看起来蛮好吃的。啊，我们的主角是鸡耶。他都这样子了，你可以给他点尊重吗？可以。这个鸡汤应该不错喝，我喝喝看。你看这个人是吃要先吃肉吧？他为什么要先喝汤呢？我真的不懂。因为精华都在这里面。爸爸，这鸡是从哪来的？就把他刚才去山下抓的啊。他在哪里？我想看。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说你在哪里抓的？就没有，就是没只而已，就被刚好被爸爸抓到。好，我们先吃鸡翅好了。为什么他的头架？因为他已经去了。哇塞！怎样？满满的胶质哎，好吃哦。来试试看这个鸡翅。抓的鸡真好吃。哦，它的很皮呀、啊，真的很酥脆。刚刚有听到我咔嚓一声吗？猛了吧？超猛哎、欸！是炭火烧的，所以它真的有那个炭火的味道。是不是好香好吃的啦，没有在胡乱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检查它里面有没有熟，因为上次我吃第一口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好吃，但是里面没洗不熟齁，我就剁头啦。剁头，剁他的头。他都已经这样还要消费他。可怜的鸡，这道菜以后还会不会出现在露营呢？现在非常的重要。有啦，我有鸡爪，撒一点胡椒盐，
真的是不会踢后夹爸爸不会、哦、他是去超市里面抓鸡的，他抓住一只然后去结账他说我要买这只鸡来这只鸡腿那你还觉得爸爸厉害吗？翠飞你在笑什么你信吗？不信。不信嘛，你相信爸爸是真的在下面抓上来的、嗯、看到没有怎么可爱。好了，我们恭喜师傅这道很成功，然后蛮好吃的，吓死你的好喝。它那鸡油蛮香的，稍微没有那么咸，你少加一个蛤蜊，蛤蜊真的加下去那个味道更好。就忘记买了。好喝好喝，赞赞赞，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真的是看他做好很简单，然后又很成功。这小鬼竟然就这样做了我传说中的厨具，我传说中的厨具有多功能？去散步一下，远方的山头啊，这营区啊，因为它是阶梯式的，所以就一阶一阶一阶往下去。我很喜欢看这种灯火通明的感觉，很温暖。可能没有吧？你干嘛笑小孩？洗澡时间，它的地板啊真的是超干净的，就跟在家里一样，真的很厉害这个卫浴。然后刚刚菲菲啊还说这边也太干净了吧，你找营区找得好好哦，我就莫名被夸奖了。然后它卫浴还蛮多的，就这边，然后这边一间，然后这边一间，只是它下面这样的都要上来上厕所跟洗澡。你们洗好澡了吗？洗好。那洗好了要来干嘛？这里西游记 ACP 西游记就是这一颗，上次好像已经帮大家介绍过了，超级小的，比菲菲的脚还小呢。你们猜这一颗是什么？这个是投影机、哎、小小的投影机。你怎么知道？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外星人。哦天哪，它居然比我的拳头还要小。来看像一下这个小小的投影机，它就是有 USB 插孔耳机，然后这个是充电的，也有 HDMI， 然后它是需要自己手动调整这个焦距的，它可以不要插电也可以插电，不插电的话它可以用两个多小时、啊、有附一个遥控器，这个脚架超好用。再给我叫一次你就不要看阿公啊，爸爸要骂人。我没有再叫一次我就去买了妈妈现在不在那边是吧？香了，香，我觉得这个套子图书太香了。他在啜泣啊，好可怕啊、哦！都是他。我不能再吼小孩了。打开了以后啊，就要在这边调整焦距。这样。辛苦了。啊，这个小小一个啊，投影机比我的拳头还要小，它的画素来说真的是没话说，它上下是可以自动调整的。它有内建各大影音平台，我们现在要看 YouTube。我们在看了，我觉得它的声音也其实蛮大的，拍全部。如果他听我的，他就不会被妖怪抓走了。其实蛮大声的，小声一点。我觉得开大概40是比较不会吵到人的声音。啊，这样很 OK 耶。又这么的小，小歪歪两小，我把这个放在这边，他们才不会冷。他们在看电影，我呢在这里帮他们煮鱼丸吃。某小孩就闻香而来。哎呀，更香出来了。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不客气。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对我不客气，你就在这里，在这里。你敢对我不客气？这样子我可能还是要买一只。他走了，不鸟你。都不怕了，怎么这么快就不怕了？擦一擦，再来煮胡椒虾。里面超多虾膏，介绍水，想喝奶茶。其实我们也挺会享受的。啊，这边就是它的那个鸡脚，然后这边是我的美露，然后
皮，喝酒准备看电影啦。这个是我们选定的电影，听说很好看，《乐透大作战》。看完了，要睡觉了。大家晚安啦，早安。赶快去煮饭，吵死了！哇，都被清空了，只剩下我的食材，我还有牛舌。那边太热了，快来这里。然后加水，我要煮泡面了。煮好龙虾尾。影片最后来帮大家导览一下营区啦。我现在呢就在营区的门口，它有两大区，然后隔着一个马路。在我右手边的就是 AB 区，就是现在目前樱花很茂盛、很好看的这一区。那左边呢就是 H 区跟 CD 区。那 H 区就是我们今天搭的啊，有房间可以给免搭帐亲友使用的那一区。真的是樱花树下露营 A 区。A2 A3， 那他们都是雨棚的，我觉得稍微遮住了这个樱花的美丽。那那边呢 B 区都是草地，那这边是 B1， 那这边是 B2。 那我觉得最好的话呢就是 B2， 因为它真的是在樱花树下露营，然后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然后也不会被雨棚挡住。哇，这里是戏水池，好棒哦。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共用一个卫浴，它卫浴我觉得就是偏少。营主都会很好心的跟你讲说，如果到这边看到白色的门，你就要停，打电话给他，他会带你上去看怎么绕比较方便。这一边呢全部都是 D 区，然后那边有一个躲在山林里面的 D2。 这个樱花呢它是大概三月中到四月才会开花，然后营主说开起来粉白粉白也很美哦。这是 C1 区，然后上面这边呢是 C2 区，最上面这边就是 H 区，不好回啦，所以营主都会划线告诉你怎样才比较方便。啊，这就是 H 区，我觉得它的视野啊真的是最棒最棒的，而且旁边有樱花，虽然可惜它没开。我们要收了。觉得这边的卫浴很干净，然后营主整理的非常好。他们的垃圾分类是属于比较严格一点的，就是你没有分类的话他会索取100块的这个费用。他营主人很好，然后他也会就是不时的来关心，也会说就是收账的时间不急，然后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窝心啊。一路啊上山收讯不是很好，还有点担心，没想到来营位以后发现收讯很不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正式突破百路啦。那我觉得百路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它并不代表什么啦，都百路了还是很喜欢露营。然后今天早上啊，我吸着那个山上的空气，我就觉得哇，人生怎么美好，露营真的很好玩，欢迎大家都来玩。朋友的商品留言上面链接，在下面有人说明栏。没有记得很高兴，如果大家有喜欢买的话，可以加入我们一起买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我是小庆，我们是每周二晚上7点半上片，那就下次再见啦，拜拜。